今儿我们就来一道酸酸甜甜又清爽的城乡山药吧。山药切片，橙子皮切丝，青柠檬皮切丝，碗中加入一点点的盐、糖水、蜂蜜、苹果醋、鲜榨的橙子汁、柠檬汁，水烧开，加入盐，下入山药，捞出过凉，过凉的山药沥水，直接加入到汤汁当中浸泡。这山药啊，最好是放到冰箱里边冷藏2个小时，这样啊，食用效果最佳。